下。希望从今以后，你我都能找到更合适彼此的人。嗨，还没睡呢？怎么了？你家马桶坏了，要用我家厕所？哪有，我吧，刚才在楼下遛弯，买了点新鲜水果，刚好看见你家灯亮着，我就想着顺便给你捎来几个，这街里街坊的嘛。还真是新鲜啊！没别的事情就回去吧。哎，我听说你有音乐会的票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听赛赛说，明珠说，真正说的两张。你听错了，我没有。哎，这个音乐会对我而言意义重大，它陪我度过了每一年的单身生活，从高中开始，我每一年都会看。这次没有打小抄啊？当然没有，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。故事不错，所以你能把票卖给我吗？你看啊，你不需要这个票，但我正好需要，你把它让给需要的人，这不正好吗？我没打算去这场音乐节，你要去的话只能一个人去，一张票的价格是880元。所以你真的不去啊？你别有别的想法，我是不会去的。你也别问我为什么不去。太好了！别！我正好需要两张。两张？你忘了，我不和郑泽刚签完 CP 协议吗？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音乐会，这样不管是对节目还是对大制片人您，都是天大的好事。您不支持一下吗？你看啊，这一张票880，两张票我给您1800，这样咱俩都划算啊。不行。理由是？理由？嗯，理由报价太便宜。是钱的问题啊？那您说个数。2000。行。一张。你这太黑了吧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，物品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，这张票这么紧张，所以我的这个理由非常公平，也非常合理。你这简直就是敲诈。错，我没有强买强卖，你有权拒绝。不过鉴于你刚才的措辞和态度，现在两张5000。你这票你先帮我留着，容我考虑考虑。好啊，我最晚等到明天中午12点前。成交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对你，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赚个美好。